的字面上的有哈，四国信经，化气生肺，化气生肺，少少君也自在，化气家族也有福，少肺也有福，thank you.
记一下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九节，请我们大家以恭敬的心开口一起来攻读。来，大卫的儿子亚撒龙有一个美貌的妹子，她叫她玛，大卫的儿子暗男女爱她，暗男女对她的妹子她玛忧极成病，她玛还是处女，暗男以为男向她行事，是大卫长兄示尼雅的儿子，这约拿达为人极其狡猾，他问看人说，王的儿子啊，为何一天比一天受热呢？请你告诉我。看人回答说，我爱我兄弟亚撒龙的妹子他玛。以上我们今天的圣经就读到这里，愿上帝赐福读他及听他话语的人。这时候请我们的牧师来证道，他今天所要讲的题目是信不信由你。真的是很高兴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不知道昨天你有来参加我们教会办的真爱立约吗？你有来参加的请举手。哦，我们的年轻人都有来参加哦。昨天晚上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分享，分享说什么呢？真爱要等待。要不要等待啊？要。不要有婚前的性行为，也不要有什么婚外情，这是很重要的。昨天我们跟我们青少年一起在分享，可是但是这个世代可能这个世代价值观跟我们不一样。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啊，好像有一个婚前的行为，对不对？而且他居然是他的亲戚啊，这是什么一个兄他的 OK 谢谢好，他的哥哥跟他的妹妹，我们发现，你不觉得这有点夸张吗？有没有夸张？刚才你在读经文的时候，你多了读了好几节啊，你不觉得有点夸张吗？他们是兄妹的关系耶，算是同父怎样，异母的，怎么有这样的事啊？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可能以前的比较不文明吧，比较野蛮吧。或是他们觉得啊，虽然是同样的家族的没有关系，可是你知道吗？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看到我们新闻报道《自由时报》有写一篇报道，就是在8月9号，他刊登一个消息，他说昨天父亲节的时候，8月8号传出一个父亲侵害女儿，以及一个二弟，这个二是凶恶的二啊，他看了这个色情的片啊，就去玷污了他的姐姐。我吓了一跳，啊！原来这个世代也有这样的事情呢，不是只有过去才发生的，现在这个世代，就是现在才在父亲节，我们上个礼拜在庆祝父亲节的时候，当天就发生了这件事情，你不觉得很压抑吗？我们这个社会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呀？这个读国中二年级才14岁的青少年，放暑假很无聊啊，看了色情片以后。就冲到他姐姐的房间里面性侵害他，这个姐姐想要反抗，结果怎样？哇，反而激起他更强烈的那种性欲，居然强暴了他自己的姐姐。刚才我们的读的经文当中好像也有点类似，对不对？在这个世代真的出了很多的问题呀，很多的青少年不明白许多的真理，在这世界很多的媒体，我们社会很多不好的媒体的影响，很多不属神的很多的观念想法在我们四周不断的放送。昨天我们跟青少年这两个礼拜我们跟青少年分享，真的第一个是迷恋不是真正的爱。你想暗嫩对他的妹妹他玛的爱是真正的爱吗？是不是啊？真爱会不会这样做？当然不会。但是他玛，我看到刚才我们读过圣经，她是怎样的一个女孩子啊？什么美貌的什么妹子？她嘛非常的怎样漂亮，对不对？非常美丽。我们当中国男生，你喜欢看漂亮的妹妹的举手。哦，不要以为新人光来拍你就不敢举手，你们很喜欢啊，对不对？
我们青少年更喜欢啊，哇，好漂亮啊！那青少年的时候都会这样，哎，你看看看，大家都会喜欢看啊，到年纪很长的时候，你还是喜欢看，我知道。但是你知道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常常接触一些青少年，我们常常讲，哎，我们喜欢看美的、好的事物，这是对的。但是，在我们心目当中，你所喜爱的，或是我们常问一些青少年，你为什么喜欢你的女朋友啊？他们讲不出一个所以来，你知道吗？我说你为什么喜欢你的女朋友？她有什么样的优点值得你欣赏？他们通常会怎样？头皮屑很多。为什么？他们不知道，只是喜欢是一种，他们这种喜欢只是一个，是爱吗？不是，是一种迷恋，有热情，没有亲密的关系，也不敢许下什么样的承诺，只是表面的喜欢，根本还谈不上什么爱，但是他们以为这就是爱。哦，我很爱你呀，哦，我很喜欢你呀，只是因为你很好看而已啊。这是所谓的迷恋，迷恋什么？一个外表、外在的东西。这一位，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这个一个男主角叫暗嫩，暗嫩非常喜欢他的妹子，他的妹妹，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他嘛，只因为他长得很漂亮，所以他就跟很多青少年一样，茶不思，饭不想，澡也不洗，哦，变成什么？生病啊，他是装病。哎，这个世代很多人都是这样，凭着感觉走，甚至这个社会的价值观一直跟你讲，没有关系啊，就是要接触这些啊，性行为也没有关系啊，这个世代很开放了，那些电明星啊，那些影星都是非常开放了，这是社会的价值观，就是真理，大家都这样做，我怎么可以不可以这样做呢？这是社会的价值观，跟着感觉走，是一个迷恋，不是真正的爱。暗嫩也是一样，他只是跟着自己的情欲来走，不管他嘛，他到底是不是他的亲戚，到底可不可以有这样的行为啊？你知道他为他怎样？圣经写忧急成什么？成病啊！哇，爱这个是迷恋到这种地步，他明明知道这是他的什么同父异母的什么妹子，但是他很想跟他啊有这样的关系。但是圣经有没有写？摩西五经里面利未记十八章第九节就是说，你的姐妹不拘是什么异母同父的，或是异父同母的，无论生在家生在外，都可以不可以入他们下体？这什么意思？是不可以有这样亲密的性行为的关系呀、啊？你想他吗？你想安嫩是不是敬拜上帝的？他们是王室的家族啊，会不会有读圣经啊？当然有，他懂不懂这个道理？当然懂啊，但是他们明白，但是他怎样却不管一切，不管一切了，律法怎么说，上帝话怎么交代，放在旁边。他迷恋啊，疯狂的迷恋啊。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事，疯狂的迷恋，尤其在男女当中的交往。所以我昨天我们在我们教会，我们有真爱立约，我们的青少年都在上帝的面前立下一个誓约，真爱值得什么？等待。可不可以婚前性行为啊？我们青少年不可以，他们都有立下誓言在神的面前，他们不是跟着感觉走，跟你旁边的讲，要跟着上帝真理走啊，要跟着上帝的真理走。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暗嫩很心急啊，他说我想跟我的妹子亲近，他真的是啊、迷恋到生病的地步，他马上想到得到手，他不管的一切，他不管上帝的话，所以他怎样用强强的啊，所以他的坏朋友出了一个主意啊，他就怎样透过怎样烤饼给他吃亲近他，因为你知道在当时的时代，女孩子未结婚的可不可以到处爬爬照啊？当然不行啊，他们可能在王的女院里面，在那边，所以暗嫩很难接触到他，他们不容易接触到他的，他用计接触到他，然后就圣经讲说怎样，暗嫩不肯听他妹妹所说的，就讲大力的怎样玷污他，与他同寝，哇，占有了他。你看，暗嫩是真的喜欢他的妹妹吗？
他嘛，他喜欢他妈吗？不是，他真是迷恋，他只想占有他的什么身体啊，这很多时下青少年他们的问题啊，我只想要占有人的什么，我爱慕的迷恋的人的身体而已，这不是真爱。在我们教会，我们昨天讨论很多，我希望我们家长，每个家长，你要跟你孩子讨论有关于这个性的事情。这些青少年他们不懂，我们要好好用真理来教导他们，不要随意的让这个社会的价值观教导你的孩子。你要跟你的孩子来谈这样的事。暗嫩他只是满足他身体上的占有，他根本不管他妹妹所讲的，甚至他跟他行了那样的事，有这样的行为之后，圣经怎么写啊？13:15，他说随后暗嫩极其怎样恨他，哎，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怎样更甚，甚至说你起来，你去吧，离开我吧。哇，你想一个真爱会这样吗？我真的要提醒在座每个青少年啊，真的，当你喜欢一个男生或女生了，你不是要占有他的身体，应该是先心灵的相通啊。你爱一个人不是从肉体开始啊，乃是从心灵开始。当他，但是暗嫩他是从哪里开始？从肉体开始，疯狂的迷恋，不是一个真爱。甚至很多人得到了另外一半的身体以后，喜欢的人身体，爱慕的人，迷恋的人那个身体以后，就这样马上又抛弃了。长久等待的会珍惜呀，只是迷恋，只是想强占的，得到以后就像卫生纸一样丢掉了，就像那个纸杯一样，纸杯和那个非常漂亮的水晶杯啊，纸杯你用完你会放在哪里？丢到那个水桶里面，很容易就拿到，那很漂亮，很有价值的，这水晶杯你会留着啊？会呀，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是怎样看待性这样的问题呢？暗嫩他所得到的他马上抛弃，他没有真爱在他的里面，他就要满足他的肚腹的需要，好像吃东西的需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饿肚子的感觉，吃东西啊，很饿，把东西吃完然后就怎样，哇，好满足，就这样子。暗嫩好像也是这样，这不是真爱，只是满足一个身体的需要，他没有亲密的关系，他只有热情的迷恋，也没有负什么样的责任。他要负什么责任吗？对犹太来人讲，这是非常怎样不可以做的事。当然你跟女孩子有这样性行为你要负责啊，摩西五经他们都有讲到，但是暗嫩他不管，他只是迷恋，得到以后就丢掉了。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帖撒罗尼迦前书4:3，神提醒我们，也提醒我们每个青少年，我们每个家长，神的旨意，我们想念，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4，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因为我们不要放纵私欲的邪情，就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你知道这个世代的恋爱的价值观，外邦人的价值观，没有相信上帝的那些人的价值观就是这样。但是我们自己每个基督徒，我们要保守，我们不要被那邪情私欲怎样牵引住。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那不相信上帝，不了解这个信仰的人，当然他们会走这条路。但是在座我们每个青少年，每个家长，我们要以身作则啊，我们怎样过我们的自己的生活，我们是不放纵我们的私欲邪情啊。暗嫩他是放纵他自己啊，他生命当中的一切邪情私欲进入他里面，他不管一切的迷恋，甚至强占别人的身体，跟别人发生那种性的行为。这个世代真的是性被错误的价值观扭曲啊。暗嫩也是一样，虽然他好像是敬拜上帝的，但是他生命当中没有被这个好的价值观影响，真理的价值观影响，他被这个世代所影响。他性被错误的这个价值观扭曲，是我们在我们现今社会很大的一个问题。性本来是上帝创造给我们在婚姻当中美好的礼物，不是吗？对不对？结婚以后有这样性的美好的关系是很棒的，对不对？
你结婚的你认为是这样举手。如果你认为不是这样子，今天等一下留下来接受婚前婚后辅导。你结婚以后性是美好的，是享受在神的恩典祝福的里面啊，不要以为信眼光在拍你就不敢讲啊，是好的，是美好的，是神所祝福的。但是这个世代是滥用误用，你看大众媒体报章杂志一翻出来都是怎样，都是污染的、色情的、不属神的，尤其在我们当中青少年。你知道色情刊物最容易散播在哪里吗？现在是网络啊，我们那个年代是在哪里？学校，同学会传那些什么色情的刊物，会不会啊？会不会？我看青少年都在偷笑，牧师你讲对了，即便有网络，但是我们还是喜欢看那个书的。这样传很刺激哇，偷偷拿到的时候看的时候哇，你知道，但是这个是一个扭曲的价值观。就是我常常听青少年讲说，你有没有跟那个女的啊，那个女的男生都会讨论啊，你有跟那个女很漂亮，你有没有去跟她那个切磋切磋啊。哦，这个切磋这个意思在他们所谓的就是有一些性的关系啊，你有没有去爬妹妹啊，你有没有跟她那个啊，我是说上了四类啊，哎，这是他们常用的语言啊，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他有没有跟你讨论过？哎，在这个当中啊，那青少年他们在用这些的时候，常常被同侪团体所煽动或影响。你知道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当中，暗嫩有没有被煽动？有没有？被谁煽动？啊，约拿达是他的亲戚，他的大卫什么哥哥的儿子约拿达是他们皇室的宗亲呢，也算他的所谓的堂哥啊，这种他的死党啊。换句话，真的他不只是他亲戚啊，约拿达是一个奸诈狡猾的人啊，他是谁的朋友？暗嫩的死党啊。我们当中青少年，你有死党的举手？你们都没有死党哦，你都是姐妹淘，我知道没有死党。这些青少年他们有些死党都会煽动啊，就像我刚才讲的，哎，你有没有跟他那个啊？哇，他们有时候甚至有些男生啊，没有相信耶稣的这些人，他们价值观是怎样？哦，那个你跟那个女的怎么样？我开始炫耀，我开始夸耀，我有几个女朋友？你看照片拿出来，哦，照片拿出来，那个相片都是很漂亮的，可是不见得是他女朋友。他们炫耀，这同侪团体的一个社会价值观一直影响的这一群青少年。安嫩也是一样，他被他的亲戚约拿达煽动，说你看你为什么这样子啊，你怎么愁苦受苦如柴啊，变成到这个地步啊，你生命当中你出了什么问题？哦，这当然安嫩会跟他讲，我喜欢谁，他嘛，他出一个馊主意给他，跟他讲说你一直用这种方式嘛。真的啊，现在青少年常常受从团体影响，而不是受到谁的影响，不是受到父母的影响，哎，这个社会价值观同侪团体一直影响着他们。可是青少年很怕被人家笑，尤其在美国社会啊，被怕人家笑说你是处男处女，哎，对不对？啊，你怎么还没有这样美好的经验呢？你是不是上古人类啊，上个时代的人啊，你怎么还没有这种经验，会被人家笑死。现在大学生男生有性行为的至少差不多40%，大专生呢，女生多少你猜猜看，到35%，比例高不高？看看我们的下一代啊，真的，我们要扭转这样的观念。那我们这些青少年，我们真要劝他们，你不要以为这种冲动是好事啊，这些性的错误价值观不应该在我们生命当中，尤其你同侪团体跟你讲的不见得是真理。你知道在非洲的部落里面啊，他们有些非洲部落他们有成年礼，13岁就成年礼，但是成年礼有一个很奇怪的要求，就是你要跟不断的跟很多人发生性行为，鼓励他们去做这样的事。有一个人，年轻人少年人，他叫做 John， 我当中有 John 吼，年纪轻轻的这样，他不想接受这个成年礼的理由是什么？你知道吗？
我是基督徒，我不做这样事。但是所有的朋友都笑他，甚至长辈也骂他，这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仪式啊，你怎么可以不这样做？但是他坚守了他的信仰，虽然被人家笑，但是并不害怕。而且最后怎样，他三十岁终于结婚了，那些笑他的人再也不能笑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不是啼笑了，全部都再见了。因为他们那时候非洲很多艾滋病的，当艾滋病发生的时候，那些笑他的人都再见了，都没有活超过三十岁。今天我们在做我们的年轻人啊，你不要害怕同侪团体的压力，你不要害怕这些东西。我们要坚持的是我们的真理和我们的信仰，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大家都这么做，不见得我们要这样做。我们是跟随神的，我们不是跟随人的价值观。他嘛，他是懂得保守自己的人。当他的哥哥暗嫩强迫他的时候，他说我不要做这样事，他还劝他，你行这样事会怎样，使我羞辱啊。但是暗嫩却不听了、啊、他嘛说，哥哥啊，不要玷污我，以色列中不当行这样事，你不要做这样丑事，你玷污我，我何以掩盖我的羞耻呢？你在以色列中也成了愚妄的人，你可以求王，他不禁止我归你。你知道很多的女生也跟男生这样讲，你知道，不要啦不要啦，你去约会的时候，那个女孩子说不要啦，牵手而已，也不要。当女孩子说不要的时候，说是表示什么啊？就是表示不要啊。可是你知道我们青少年的解读是什么？台语说爱吃又嫁小二啦、啊、台华语就是什么，这个不要那么假先嘛，不要那么假嘛，你这个意思我知道，就是要嘛，牵下去啦，亲下去啦，再来继续下去嘛，哇，有没有？但是女生讲说不要就是什么？不要。如果我在做我们当作青少年去跟交往男女朋友的男朋友对你这个要求，你要怎样强烈的表达？就像他嘛一样，他懂得保守他的心和他自己的身体啊。但是很可惜的，因为暗嫩比他强啊，就玷污了他。在座我们要学习这样的价值观啊，你不要以为说啊，满足我的肚腹，就像我性是满足的肚腹的需要一样，这么简单，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后来他嘛遇到了什么困难？他有没有很痛苦？有啊，他圣经写他嘛把灰撒在什么头上，撕裂所穿的什么彩衣，以手抱头，一面行一面怎样哭喊。他嘛把灰撒在头上，这表示什么？你知道以色列人灰撒在头上表示很痛苦，或是家里有人死掉一样啊，有了亲人死掉一样，他很痛苦，撕裂他所穿的什么彩衣。彩衣是当时未出嫁的女孩子所穿的一个象征，他撕裂了，以手抱着头，那怎样羞于见人啊，痛苦啊，一面走一面哭喊。这是一个女孩子她失去了她的第一次的那种痛苦，被人家强暴的那种痛苦，那种难处啊。但是我们这个社会价值观常常没有讲这些东西啊，把这些性的关系随便的善加以美化。但是这个美化并不是真的，是一个错误的价值观，一个不好的影响。而且根据统计啊，很多这些他们有发生性关系被侵害的，很多都是亲戚啊，就像他嘛跟安嫩是亲戚一样。台湾社会里面很多被性侵的是因为自己的亲戚啊，因为亲戚是可以信任的，利用这个可以信任的怎样，以至于强暴了他自己的亲戚。如果你上网去看哦，乱伦这件事、强暴这件事，在我们社会价值观一直不断的被倡导啊，这是魔鬼撒旦在利用这个世代扭曲的价值观，一直误用，一直误用。圣经怎么说？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啊。
这是我们圣经的价值观，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所以婚姻外的性行为带来是羞耻的，不论是有没有结婚啊，在婚姻之外的，只有与妻子结合，两人成为一体，合而为一，这是上帝所容许的。一切在婚姻之外的，都是带来痛苦和羞辱。但是很多人说啊，既然这样子，我已经失去了第一次，很多人就放纵他自己。但是这不是属神的想法。如果你真的不小心的，过去你曾经犯错，你要回到神的面前，让神的爱认罪悔改，让神来改变你。你不要以为说啊，我的第一次已经给了我现在的先生没关系啊。如果你是在结婚之前的，虽然你嫁的仍然是你这个先生，那仍然是不属神的。是在婚姻的当中与妻子结合，两人成为一体，才是这我们社会，才是我们现在我们圣经和我们的信仰的价值啊。所以这个社会不断的充斥着性开放。我刚才最近看到一则消息报道，在8月12号的新闻报道，在今年呢，新闻报道当中讲到，专家在警告台湾呢，社会已经堕落到道德集体沦丧的地步。台北市一个9岁的女孩子啊，为了1000元的线上游戏卡，去po上网援交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新闻，只有9岁，她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性。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性行为，他就只为了钱啊，为了这些游戏卡就po上网援交，当场有20几个这些男生上网竞标啊。明明写着九，他明明说他是9岁的孩子的小女生呢，居然马上有20个人说要跟他有性的关系，透过金钱的交易。我们国家我们的社会道德沦丧到这个地步，我们的你甚至性的关系变成沦为一个什么，不是亲密关系，而是一个交易，而是一个物化的社会。难道我们还要继续开放下去吗？你知道真的色情行业就像一个魔鬼使用的管道，就对让人对色情迷恋，对性迷恋，而不是对上帝敬拜仰慕，而也不是对另外一半尊重和爱惜。过去你知道过去40年来美国色情业40年前收益是500万美金，到现在不断的增加，40年后他们统计已经到了100万美金，到了2006年，你知道已经多少亿美元吗？色情行业133亿，我是讲133亿美元呢。你看多少人因为这样色情错误的价值观影响了他们的思想观念，133亿。2006年，全世界销售达到970亿美元。可能你听到这个数据，你会吓一跳。全世界970亿美元，在这色情行业，魔鬼就是利用这个管道破坏我们的家庭，破坏男女的关系，破坏这个世代。这个世代的假神把我们的社会国家蒙蔽了，他们没有相信神的这个世代的假神蒙蔽了他们的眼，蒙蔽了他们的心啊。但是我们基督徒，我相信不是的。圣经有提醒我们是什么？哥林多前书第6章15节14节这边就开始讲，第15节讲说，岂不知道，我们一起来读，岂不知道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的？因为主说，两人要成为一体，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知道在性的关系的里面，男女的性的行为不只是一个肉体，乃是一个心灵的相通。我们的身体我们是属于神的，你与主连结，你身体献上活祭为主用，与主连结，灵里就合为一。
但是你与娼妓在一起，你就是与那些不属神的合一。今天我们这个世代，有很多基督徒仍然觉得这无所谓啊，但是这是不属神的。很多人说啊，主啊，我也愿意改啊。你知道很多人，他们很多敬拜上帝的人，他们仍然有这个问题。主啊，我也愿意改，但是我生命当中有很多的难处，我觉得我好像被这色情这些，被这些错误的价值观掳掠了。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啊，我刚才有讲过，暗嫩是不是敬拜上帝的人？是不是啊？当然是啊，他是大卫的儿子，是长子哎，他是长子哎。大卫、暗嫩都是敬拜上帝的人，但是他们父子都有情欲上面的问题，色情上面的软弱。大卫知不知道暗嫩所犯下的罪行？当然知道，但是他自己好像没有能力可以惩罚他的儿子。为什么？为什么啊？因为他自己有这个问题嘛。我们这些成人们，我们这些家长们大声回答，我们自己有没有以身作则很重要，我们自己有没有成为一个表率典范很重要，否则你的子女没办法跟随啊。大卫没办法处理他自己长子的问题，暗嫩的问题，因为他自己跟拔示巴有什么行了淫乱啊，他怎么好意思管他自己的儿子？但是圣经有没有讲大卫是怎样子的人？大卫是怎样子的人啊？圣经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呢。哇，合神心意的人居然做这样事，他本身有这样的问题。很多基督徒也有这样的问题，你知道吗？我想在座我们当中也有些人有这样的问题。根据2005年三月领袖期刊的统计，他们做一个报道，美国70%的基督徒沉沦在色情的里面，57%的基督徒的这些牧师说，在他们会友当中沉迷于色情作品是他们扭曲性观念的其中一项重要关键。另一个调查显示，51%的牧师说色情网站是他们试探。哦，我也是牧师哎。37%的牧师承认他们目前正受到这一方面的困扰。哎呦呦，连这些牧师都有这样的问题耶。我相信，我真的这个世代有太多的媒体一直在我们生命当中转转转。但是我也知道，曾几何时有很多基督徒他们不断的在认罪悔改当中，但是还是仍然跌倒，是不是？你以为这些基督徒，刚才我讲这些数据里面基督徒，他们不断沉沦在这色情里面，他们没有认罪悔改过吗？他们没有觉得羞耻吗？他们没有觉得痛苦吗？他们没有觉得难过吗？有没有？有啊。可是他们生命当中好像有一个难处，就深陷，好像陷在里面了，没办法怎样，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们了，也不好意思跟人家讲。他们不断的认罪悔改，但是却得到越羞耻感。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啊，我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你知道吗？其中有一项原因啊，家族中间的问题啊，可能是不是从你开始？从你家族，有人一翻开他的族谱，都发现他家庭有很多什么情欲上的问题，离婚，全部一堆的离婚，家暴。酗酒，世代来家族的罪的问题进入他们的生命的里面，以至于他们无法自拔。如同罗马书7:15讲的，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了。这些基督徒他们真的是恨恶这些色情的东西啊，我想他们真的是这样，不是不知道这是罪，但是他怎样，他们所愿意的他们做不出来，他所恨恶恶的他们却倒去做了。你想大卫喜不喜欢做这样的事啊？他们家族有很多罪的问题，你知道吗？尤其在性方面的软弱。圣经有特别讲，出埃及记讲说20:5讲，不可跪拜那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恶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到什么三世代。
有很多人他们家族有这样的问题，并不是他自己本身犯罪，当然他犯罪认罪应该就得到洁净了，但是为什么一直这个罪还缠累着他？就像我们刚才读的圣经一样，可能到了怎样三四代，他一直没有处理，是他祖先透过这遗传的管道进入他里面的一些瑕疵，他没有处理。自父及子到三四代呢，神要追讨我们罪，自父及子到三四代，你知道三四代有多少吗？有多少？你猜猜看。你的双亲，你的四位祖父母，你的八位曾祖父母，你有还有十六位曾曾祖父母，总共有三十位。如果他们其中有一个有非常强的性犯罪问题，可能这个就会透过这遗传的管道进入你生命的里面。难怪这些基督徒无法自拔，明明知道这是罪，这是错误的，但是却从这泥沼当中没办法得到释放。但有时候我们在遇见神营会有些特会，圣灵大大充满的时候，哎，奇怪，奉耶稣名赶出这些什么观世音啊，哎，奇怪，那些基督徒也有反应，为什么？因为他的祖先有拜这些东西啊。你说台湾人谁没有拜的？我们这当中可能你顶多第五代第六代了，你其他的祖先没有拜吗？这三十个都没有拜的举手，很少啊，我们当中很少啦。我们或多或少可能有这些祖先的罪的问题，透过这遗传的管道进入我们生命的里面了。但是神会追讨这些罪，这些我们要重新的这样到神的面前来，让神来改变我们。刚才我们讲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啊，你看哦，神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你看他家谱当中有没有很多人有性犯罪问题？如果你看马太福音当中啊，去查他的家族，大卫家族有很多性犯罪的人。大卫祖先当中，族谱当中，拉合、约书亚记那边讲到第二章的第一节啊，这边没有打哦，第二章第一节，还有犹大、探他玛，创世纪三十八章，还有到第十代的大卫，还有他的儿子暗嫩，还有大卫的儿子，除了暗嫩之外，有这性犯罪问题，所罗门有没有？也有。所罗门的儿子有没有？也有。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但是他有什么奸淫的问题？他的儿子他玛也有这样的问题，他的儿子所罗门有这问题，他孙子耶罗波安有问题，这些都有性上瘾问题。为什么？这个祖先所犯的罪透过遗传的管道没有处理，一直进入他们家族的里面，成为他们家族的破口。所以要不要处理？就像你电脑一样，你电脑会不会中毒啊？如果你没有防毒软体，你就中毒了。防毒软体一灌进去，第一件事就是什么？扫毒啊，把这毒抓出来啊。今天我们的生命，可能我们当中你有些人是基督徒了，你也认罪，你也悔改，但是这些瑕疵一直在你的脑海当中，一直没办法得到释放。你肯定要处理你和你祖先的问题，把你的问题，把你祖先透过这遗传管道的瑕疵进入你生命的，你要奉主耶稣的名怎样砍断啊，让十字架的宝血圣灵大能砍断从祖先来一切不属神的，让圣灵来医治我们，让我们的身体成为什么圣灵的殿啊，让我们的生命来为主所使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八节到二十节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罪无论是什么罪都是在身之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是上帝重价赎回来的。今天你我的身体，跟你旁边讲，你我都是圣灵的殿，愿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来成我们回应的祷告。
好，我们一定好，我们一起预备我们的心。祝我们同心在你眼前，一道道寻求里面，我们转你所有的心，你单单跟随你。祝我们是属你的子民，就是像降临在我们当中，愿你的宝血涂抹遮盖洁净我们，让我们圣洁合乎主用，愿神与我们同在，直到那世界的末了，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